来，各位敬爱的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嘉义地检署的检察长罗云田，请大家一起来唾弃买票、卖票的犯罪行为，请将贿选钞票及相关证物放入信封内所附的塑胶袋，并在卷举书填写买票者姓名、时间、地点、帮谁买票等资讯后，密封寄出。检举人身份将完全保密，请检举人放心，谢谢大家。